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三，兜率宫中记赞品第二十四。尔时佛神力故，十方各有一大菩萨，一一各与万佛刹为陈述诸菩萨句，从万佛刹为陈述国土外，诸世界中来诣佛所，其名曰金刚床菩萨、坚固床菩萨、勇猛床菩萨、光明床菩萨、智床菩萨、宝床菩萨、精进床菩萨、离垢床菩萨、心宿床菩萨、法床菩萨。所从来国，为妙宝世界、妙乐世界、妙淫世界、妙金世界、妙摩尼世界、妙金刚世界、妙波头摩世界、妙优波罗世界、妙旃檀世界、妙香世界，各于佛所进修梵恨，所谓无尽床佛、封床佛、解脱床佛、威仪床佛、名相床佛、常床佛、最胜床佛、自在床佛、梵床佛、观察床佛，其诸菩萨至佛所以顶礼佛足，以佛神力即化作妙宝藏狮子之座，宝网弥覆，周匝遍满，诸菩萨众随所来方，各于其上结跏趺坐，其身悉放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清净光明，此无量光皆从菩萨清净心宝离众过恶大愿所起，显示一切诸佛自在清净之法，以诸菩萨平等愿力能普救护一切众生，一切世间之所要见，见者不虚，悉得调伏，其菩萨众悉已成就无量功德，所谓遍游一切诸佛国土无所障碍，见无一止清净法身，以智慧身现无量身，遍往十方成事诸佛，入于诸佛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自在之法，住于无量一切智门，以至光明善了诸法，于诸法中得无所畏，随所演说穷未来际，辩才无尽，以大智慧开总持门，慧眼清净入身法界，智慧境界无有边际，究竟清净犹若虚空，如此世界都率天宫诸菩萨众如是来集，十方一切都率天宫悉有如是名号菩萨而来集会，所从来国诸佛名号亦皆同等，无有差别。
尔时世尊从两栖轮放百千亿那由他光明，普照十方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彼诸菩萨皆见于此佛神变相，此诸菩萨亦见于彼一切如来神变之相。如是菩萨皆与毗卢遮那如来于往昔时同种善根修菩萨行，悉以悟入诸佛自在甚深解脱，得无差别法界之身，入一切土而无所住，见无量佛，希望成事，于一念中周行法界，自在无碍，心意清净如无价宝。无量无数诸佛如来常加护念，共与其力，到于究竟第一彼岸，恒以净念住无上觉，念念恒入一切智处，以小入大，以大入小，皆得自在，通达无碍，以得佛身与佛同住，获一切智，从一切智而生其身，一切如来所行之处，悉能随入，开阐无量智慧法门，到金刚床大智彼岸，或金刚定断诸疑惑，以得诸佛自在神通，普于一切十方国土，教化调伏百千万亿无数众生，于一切树虽无所着，善能修学成就究竟，方便安立一切诸法，如是等百千亿那由他不可说无尽清净，三世一切无量功德藏，诸菩萨众皆来集会，在于佛所印光所见，一切佛所悉亦如是。尔时金刚床菩萨成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如来不出世，亦无有涅槃，以本大愿力示现自在法，是法难思议，非心所行处，智慧到彼岸，乃见诸佛境，色身非是佛，音声亦复然，亦不离色身，见佛神通力，少智不能知，诸佛实境界，久修清净业，于此乃能了，正觉无来处，去意无所从，清净妙色身，神力故显现，无量世界中，示现如来身，广说微妙法，其心无所着，智慧无边际，了达一切法，普入于法界，示现自在力，众生及诸法了达皆无碍，普现众色相，便于一切刹，欲求一切智，速成无上觉，应以净妙心修习菩提行，若有见如来如是威神力，当与最甚尊供养勿生疑。尔时坚固床菩萨成佛神力，
普观十方而说颂言，如来胜无比，甚深不可说，出过言语道，清净如虚空，入观人师子，自在神通力，以离于分别，而令分别见。导师未开眼，甚深微妙法，亦是因缘故，现此无比身。此是大智慧，诸佛所行处，若欲了知者，常应亲近佛，意业常清净，供养诸如来，终无疲厌心，能入于佛道，具无尽功德，坚住菩提心，亦是以往除，观佛无厌足，通达一切法，是乃真佛子。此人能了知，诸佛自在力，广大智所说，欲为诸法本，因起甚希望，只求无上觉。若有尊敬佛，念报于佛恩，彼人终不离，一切诸佛住。何有智慧人，于佛得见闻，补修清净愿，履佛所行道。尔时，勇猛床菩萨成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譬如明镜眼，因日睹众色，净心亦复然，佛力见如来，如以精进力，能尽海原底，智力亦如是，得见无量佛，譬如梁沃田，所种必滋长，如是净心地，出生诸佛法，如人获宝藏，永离贫穷苦，菩萨得佛法，离垢心清净，譬如伽陀药，能消一切毒，佛法亦如是，灭诸烦恼患，真实善知识，如来所称赞，以彼威神故，得闻诸佛法，摄于无数劫，财宝施于佛，不知佛实相，此亦不明师，无量众色相，庄严于佛身，非于色相中，而能见于佛，如来等正觉，即然恒不动，而能普现身，遍满十方界，譬如虚空界，不生亦不灭，诸佛法如是，毕竟无生灭。尔时，光明床菩萨成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人间及天上一切诸世界，普见于如来清净妙色身，譬如一心力，
能生种种心，如是一佛身，普现一切佛，菩提无二法，亦复无诸相，而于二法中现象庄严身，了法性空寂，如幻而生起，所行无有尽，导师如是现，三世一切佛，法身悉清净，随其所应化，普现妙色身，如来不念言，我作如是身，自然而示现，未尝起分别，法界无差别，亦无所依止，而于世间中示现无量身，佛身非变化，亦复非非化，于无化法中是有变化行，正觉不可量，法界虚空等，深广无涯底，言语道悉觉，如来善通达，一切处行道，法界众国土，所往皆无碍。尔时，智床菩萨成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若人能信受，一切智无碍，修习菩提行，其心不可量，一切国土中普现无量身，而身不在处，亦不住于法，一一诸如来神力是现身，不可思议劫，算数莫能尽，三世诸众生悉可知其数，如来所示现，其数不可得，或十是一二，乃至无量身，普现十方刹，其实无二种，譬如镜满月，普现一切水，印象虽无量，本月未曾二，如是无碍智，成就等正觉，普现一切刹，佛体亦无二，非一亦非二，亦复非无量，随其所应化，示现无量身。佛身非过去，亦复非未来，一念现出生，成道即涅槃，如幻所作色，无生亦无起，佛身亦如是，是现无有生。尔时，宝床菩萨成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佛身无有量，能是有量身，随其所应度，导师如是现，佛身无处所，充满一切处，如空无边际，如是难思议。
非心所行处，心不于中起。诸佛境界中，毕竟无生灭，如一眼所睹，非内亦非外。世间见诸佛，应知亦如是。饶益众生故，如来出世间，众生见有出，而时无心事，不可以国土，昼夜而见佛，岁月一刹那，当知悉如是。众生如是说，某日佛成道，如来得菩提，时不系于日。如来离分别，非是超诸数。三世诸导师，出现皆如是。譬如净日轮，不与昏夜合，而说某日夜，诸佛法如是。三世一切劫，不与如来合，而说三世佛导师法如是。尔时精进床菩萨成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一切诸导师身同意已然，普于十方刹，随应种种现。入观摩尼尊所作甚奇特，充满于法界，一切悉无余。佛身不在内，亦复不在外，神力故显现，导师法如是。随诸众生类，先世所及业，如是种种身，世现各不同。诸佛身如是，无量不可数。唯除大觉尊，无有能思议。如以我难思，心业莫能取。佛难思议耳，非心业所现，如刹不可思，而见净庄严。佛难思议耳，妙相无不现。譬如一切法，众缘故生起，见佛亦复然。必假众善业，譬如随意诸，能满众生心。诸佛法如是，悉满一切愿。无量国土中，导师心于世，随其愿力故，普应于十方。尔时离垢床菩萨成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如来大智光，普净诸世间。世间寂静矣，开示诸佛法，设有人欲见，众生数等佛，迷不应其心，而时无来处。以佛为境界，专念而不习，此人得见佛，其数与心等，
成就白净法，具足诸功德，彼于一切智，专念心不舍，道师为众生如应演说法，随于可化处普现最甚深，佛身即世间，一切皆无我，悟此成正觉，复为众生说，一切人师子，无量自在力，示现念等身，其身各不同，世间如是身，诸佛身亦然，了知其自性，是则说明佛，如来普之见，明了一切法，佛法即菩提，二句不可得，导师无来去，亦复无所住，远离诸颠倒，是名等正觉。尔时星宿床菩萨成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如来无所住，普住一切刹，一切土皆往，一切处闲见，佛随众生心，普现一切身，成道转法轮，即以般涅盘，诸佛不思议，谁能思议佛？谁能见正觉？谁能现最甚？一切法皆如，诸佛尽亦然，乃至无异法，如中有生灭，众生妄分别，是佛是世界，了达法性者，无佛无世界，如来普现前，令众生信喜，佛体不可得，彼亦无所见，若能于世间，远离一切浊，无碍心欢喜，于法得开悟，神力之所现，即此说明佛，三世一切时，求悉无所有，若能如是知，心意即诸法，一切悉知见，即得成如来。言语中显示，一切佛自在，正觉超语言，假以语言说。尔时法床菩萨成佛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宁可恒具受，一切是艰苦，终不远如来，不睹自在力，若有诸众生未发菩提心，亦得闻佛名，决定成菩提，若有智慧人一念发道心，必成无上尊，甚莫生疑惑，如来自在力，无量劫难遇，若生一念性，速证无上道，摄于念念中，供养无量佛，谓之真实法，不名为供养，
若闻如是法，诸佛从此生，虽经无量苦，不舍菩提行，亦闻大智慧，诸佛所入法，普于法界中，成三世导师，虽尽未来际，便由诸佛刹，不求此妙法，终不成菩提。众生无始来，生死就流转，不了真实法，诸佛故心事，诸法不可坏，亦无能坏者，自在大光明，普世于世间。十回向品第二十五之一。二十，金刚床菩萨成佛神力，入菩萨智光三昧，入世三昧已，十方各过十万佛刹为成数世界外，又十万佛刹为成数诸佛，皆同一号，号金刚床，而现其前，贤称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乃能入此菩萨智光三昧。善男子，此是十方各十万佛刹为成数诸佛神力共加于汝，亦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愿力威神之力，即由汝智慧清净故，诸菩萨善根增胜故，令汝入世三昧而演说法，为令诸菩萨得清净无畏故，具无碍辩才故，入无碍智地故，助一切智大心故，成就无尽善根故，满足无碍白法故，入于普门法界故，现一切佛神力故，前际念智不断故，得一切佛护持诸根故，以无量门广说众法故，闻悉解了受持不忘故，摄诸菩萨一切善根故，承办出世主道故，不断一切智智故，开发大愿故，解释十义故，了知法界故，令诸菩萨皆悉欢喜故，修一切佛平等善根故，护持一切如来种性故，所谓演说诸菩萨十回向，佛子，汝当成佛威神之力而演此法，得佛护念故，安住佛家故，增益出世功德故，得陀罗尼光明故，入无障碍佛法故，大光普照法界故，即无过失净法故，住广大智境界故，得无障碍法光故。尔时，诸佛给予金刚床菩萨无量智慧，与无留碍辩，与分别具意善方便，与无碍法光明，与如来平等身，与无量差别净因身，与菩萨不思议善观察三昧，
欲不可举坏一切善根回向智，欲观察一切法成就巧方便，欲一切处说一切法无断变。何以故？入此三昧善根力故。尔时诸佛各以右手摩金刚床菩萨顶，金刚床菩萨得摩顶已，即从定起告诸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有不可思议大愿，充满法界，普能救护一切众生。所谓修学去来现在一切佛回向，佛子，菩萨摩诃萨回向有几种？佛子，菩萨摩诃萨回向有十种，三世诸佛咸共演说。何等为十？一者，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二者，不坏回向；三者，等一切诸佛回向；四者，至一切处回向；五者，无尽功德藏回向；六者，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七者，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八者，真如相回向；九者，无浮无着解脱回向；十者，入法界无量回向。佛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回向，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当说今说。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诃萨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佛子，赐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净施波罗蜜、修禅提波罗蜜、起精进波罗蜜、入禅波罗蜜、住般若波罗蜜、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如是等无量善根。修善根时，作是念言：愿此善根普能饶益一切众生，皆使清净至于究竟，永离地狱、恶鬼、畜生、阎罗王等无量苦恼。菩萨摩诃萨种善根时，以己善根如是回向：我当为一切众生作摄，令免一切诸苦事故；为一切众生作护，悉令解脱诸烦恼故；为一切众生作归，皆令得离诸怖畏故；为一切众生作去，令得至于一切智故；为一切众生作安，令得究竟安隐处故；为一切众生作明，令得至光灭痴暗故；为一切众生作具，破彼一切无明暗故；为一切众生作灯，令住究竟清净处故；为一切众生作导师，引其令入真实法故；为一切众生作大导师，与其无碍大智慧故。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平等饶益一切众生，
究竟皆令得一切智。佛子，菩萨摩诃萨于非亲友守护回向，与其亲友等无差别，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入一切法平等性故，不于众生而起一念非亲友想，设有众生于菩萨所起怨害心，菩萨亦以此眼视之，终无恚怒。普为众生作善之事，演说正法，令其修习。譬如大海，一切中毒不能变坏，菩萨亦耳。一切愚蒙无有智慧，不知恩德，嗔恨顽毒骄慢自大，其心盲骨，不是善法。如是等类诸恶众生，种种逼恼无能动摇。譬如日天子出现世间，不以生盲不见故，隐而不现。又复不以前踏婆城阿修罗首阎浮提树从岩碎骨尘雾烟云如是等物之所覆障故，隐而不现。亦复不以时节变改故，隐而不现。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又大福德，起心深广，正念观察，无有退屈，未遇究竟功德智慧，于上圣法心生智欲，法光普照，见一切意，于诸法门智慧自在，常为利益一切众生而修善法，曾不误其舍众生心，不以众生其性蔽恶，邪见嗔浊难可调伏，便即弃舍不修回向。但以菩萨大愿甲胄而自庄严，救护众生恒不退转，不以众生不知报恩退菩萨行，舍菩提道，不以凡愚共同一处，舍离一切如实善根，不以众生硕起过恶难可忍受而于彼所生疲厌心，何以故？譬如日天子不但为一事故出现世间，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但为一众生故修诸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普为救护一切众生故而修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不但为敬意佛刹故，不但为信意佛故，不但为见意佛故，不但为了意法故，起大志愿，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普净一切佛刹故，普信一切诸佛故，普成事供养一切诸佛故，普解一切佛法故，发起大愿，修诸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佛法而为所缘，其广大心不退转心，无量劫中修集稀有难得心宝，欲一切诸佛悉皆平等。
菩萨如是观诸善根，信心清净，大悲坚固，益甚身心，欢喜心，清净心，最胜心，柔软心，慈悲心，怜悯心，摄护心，利益心，安乐心，普为众生真实回向，非但口言。佛子，菩萨摩诃萨一诸善根回向之时，作是念言：以我善根，愿一切趣生、一切众生，皆得清净功德圆满，不可沮坏，无有穷尽，常得尊重，正念不忘，获决定慧，具无量智，身口意业一切功德圆满庄严。又作是念：以此善根，令一切众生尘世供养一切诸佛无空过者，于诸佛所尽性不坏，听闻正法，断诸疑惑，一持不忘，如说修行，于如来所起恭敬心，深夜清净，安住无量广大善根，永离贫穷，七财满足，于诸佛所常随修学，成就无量甚妙善根，平等悟解，住一切智，以无碍眼等视众生，众相延伸，无有点缺，言音净妙，功德圆满，诸根调伏，实力成就，善心满足，无所依住，令一切众生普得佛乐，得无量住，住佛所住。佛子，菩萨摩诃萨见诸众生造作恶业，受诸众苦，亦是障故，不见佛，不闻法，不是僧，便作是念：我当于彼诸恶道中，待诸众生受种种苦，令其解脱。菩萨如是受苦毒时，转更精勤，不舍不避，不惊不怖，不退不却，无有疲厌。何以故？如其所愿，觉欲呵护一切众生，令解脱故。菩萨尔时作是念言：一切众生在生老病死诸苦难处，随业流转，邪见无智，丧诸善法，我应救之，令得出离。又诸众生爱网所缠，痴盖所缚，染着诸有，随逐不舍，入苦龙涧，作魔业行，福至都尽，常怀疑惑，不见安隐处，不知出离道，在于生死轮转不息，诸苦淤泥恒所莫逆。菩萨见已，起大悲心，大饶益心，欲令众生悉得解脱，以一切善根回向，以广大心回向，如三世菩萨所修回向，如大回向经所说回向，愿诸众生普得清净，究竟成就一切种智。复作是念：我所修行
欲令众生皆悉得成无上智王，不为自身而求解脱，但为救济一切众生，令其贤得一切智心，度生死流，解脱众苦。复作是念：我当普为一切众生备受众苦，令其得出无量生死众苦大祸。我当普为一切众生于一切世界一切恶趣中，尽未来劫受一切苦，然常为众生勤修善根。何以故？我宁独受如是众苦，不令众生堕于地狱。我当于彼地狱畜生阎罗王等险难之处，以身为职，救赎一切恶道众生，令得解脱。复作是念：我愿保护一切众生，终不弃舍，所言诚实，无有虚妄。何以故？我为救度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不为自身求无上道，亦不为求五欲境界及三有中种种乐故，修菩提行。何以故？世间之乐无非是苦，众魔境界于人所贪，诸佛所喝，一切苦患应之而起，地狱恶鬼即以畜生阎罗王处愤恚斗讼，更相毁入。如是诸恶皆因贪着五欲所致，贪着五欲远离诸佛，障碍升天，何况得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如是观诸世间贪少欲畏，受无量苦，终不为彼五欲乐故，求无上菩提，修菩萨行。但为安乐一切众生，发心修习，成满大愿，断绝众生诸苦眷所，令得解脱。佛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我当以善根如是回向，令一切众生得究竟乐、利益乐、不受乐、极尽乐、无依乐、无动乐、无量乐、不舍不退乐、不灭乐、一切智乐。复作是念：我当与一切众生做调御师，做主宾臣，执大智具，示安隐道，令离险难，以善方便，必知时意。又于生死海，做一切智善巧传师，度诸众生，使到彼岸。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所谓随宜救护一切众生，令出生死，尘世供养一切诸佛，得无障碍一切智智，舍离众魔，远恶之事，亲近一切菩萨善友，灭诸过罪，成就净业，具足菩萨广大行愿，无量善根。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正回向已，作如是念：不以四天下众生多故，
多日出现，但一日出，悉能普照一切众生。又诸众生，不以自身光明故，知有昼夜、游行、观察、心造诸业，皆由日天子出，承办私事。然彼日轮但一无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修集善根回向之时，作是念言：彼诸众生不能自救，何能救他？唯我一人至独无虑，修集善根，如是回向。所谓为欲广度一切众生故，普照一切众生故，示导一切众生故，开悟一切众生故，故复一切众生故，舍受一切众生故，成就一切众生故，令一切众生欢喜故，令一切众生悦乐故，令一切众生端仪故。佛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我应如日普照一切，补求恩报。众生有恶，悉能容受，终不以此而舍誓愿，不以一众生恶故，舍一切众生，但勤修习善根回向，普令众生皆得安乐。善根虽少，普摄众生，亦欢喜心广大回向。若有善根，不欲饶益一切众生，不明回向，随一善根，普以众生而为所缘，乃明回向，安置众生于无所着法性回向，见众生自性不动不转回向，于回向无所依无所取回向，不取善根相回向，不分别业报体性回向，不着五蕴相回向，不坏五蕴相回向，不取业回向，不求报回向，不染着因缘回向，不分别因缘所起回向，不着名称回向，不着处所回向，不着虚妄法回向，不着众生相、世界相、心意相回向，不起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回向，不着语言道回向，观一切法真实性回向，观一切众生平等相回向，以法界印印诸善根回向，观诸法离贪欲回向，借一切法无种植善根亦如是，观诸法无二无生无灭回向亦如是，亦如是等善根回向，修行清净对治之法，所有善根皆悉随顺出世间法，不作二相，非集业修习一切智，非离业回向一切智，一切智非集事业，然不离业得一切智，以业如光影清净故，报亦如光影清净，报如光影清净故，一切智智亦如光影清净，离我
我所，一切动乱思维分别，如是了知，以诸善根方便回向。菩萨如是回向之时，度脱众生常无休息，不住法相，遂知诸法无业无报，善能出生一切业报而无为争。如是方便善修回向，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离一切过诸佛所赞。佛子，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一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尔时，金刚床菩萨观察十方一切众会，寄于法界入身具意，以无量心修习甚行，大悲普覆一切众生，不断三世诸如来种，入一切佛功德法藏，出生一切诸佛法身，善能分别诸众生心，知其所种善根成熟，入于法身，而为实现清净色身，成佛神力，即说颂言。不思一劫修行道，精进坚固心无碍，为欲饶益群生类，常求诸佛功德法，调御世间无等人，修至其意甚明捷，发心普救诸寒士，必能善入回向藏，勇猛精进力具足，智慧聪达易清净，普救一切诸群生，其心堪忍不轻动，心善安住无余等，以常清净大欢悦，如是为物勤修行，譬如大地普容受，不为自身求快乐，但欲救护诸众生，如是发起大悲心，即得入于无碍地，十方一切诸世界，所有众生皆摄受，为救彼故善助心，如是修学诸回向，修行不失大心悦，护持境界无所犯，勇猛精进心不动，回向如来一切智，其心广大无边际，忍力安住不轻动，禅定甚深恒照了，智慧微妙难思议，十方一切世界中具足修至清净行，如是功德皆回向，为欲安乐诸寒士，大事勤修诸善业，无量无边不可数，如是悉以益众生，令住难思无上智，普为一切众生故，不思一劫处地狱，如是曾无厌退心，勇猛决定常回向，不求色身香与味，亦不希求诸妙处，但为救度诸群生，常求无上最甚智，智慧清净如虚空，修习无边大事行，如佛所行诸行法，彼人如是常修学，
大事游行诸世界，喜能安隐诸群生，不使一切皆欢喜，修菩萨行无厌足，除灭一切诸心毒，思维修习最上智，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此人回向得究竟，心常清净离众毒，三世如来所覆主，住于无上大法城，未曾染着于诸色，受想行识亦如是，其心涌出于三有，所有功德尽回向佛，所知见诸众生尽皆摄取无有余，誓愿皆令得解脱，为彼修行大欢喜，其心念念恒安住，智慧广大无余等，离痴正念常寂然，一切诸业皆清净，彼诸菩萨处于世，不着内外一切法，如风无碍行于空，大事用心亦复然，所有身业皆清净，一切语言无过失，心常归向于如来，能令诸佛悉欢喜，十方无量诸国土，所有佛处皆往诣，于中睹见大悲尊，弥不恭敬而瞻奉，心常清净离诸师，普入世间无所谓，亦住如来无上道，复为三有大法持，精勤观察一切法，随顺思维有非有，如是去于真实理，得入甚深无争处，以此修成坚固道，一切众生莫能坏，善能了达诸法性，普于三世无所着，如是回向到彼岸，普使群生离众垢，永离一切诸所依，得入究竟无依处，一切众生与言道，随其种类各差别，菩萨悉能分别说，而心无着无所爱，菩萨如是修回向，功德方便不可说，能令十方世界中一切诸佛皆称叹。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23